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玩一款小游戏，名字叫做我不知道，反正自己看字幕就好了。那我们就现在立刻开始吧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好难好难好难，真难的。破十了，终于破十了，哎呀，又死了。认错颜色。继续。继续。来玩先，又突然间闪出来，最讨厌就是这样子。
总算到很高的分量。 Yes， 什么鬼来的？按错了。懂。哇！最后再挑战多一次。也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留言并且订阅我，拜拜，拜拜。